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的老师好，我们去虎啸派看小英吧。别想，不知道这时候乱跑干嘛？啊，真的是哦，麻烦的小猫猫。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传送到神医那边呢、啊？还要走到这里，哦，有够麻烦的。神医，我来了，神医。小猫，你居然跑到这里哈猫草了、啊，真让我好找。又来了，以血养毒等同自残，等在最后的结局只有一死。习术者每次服食毒物，体内毒素便增强一分，最终被必然毒物侵入而死。其实有药可解，当谷主当年曾口授解药治法，对于解药不难取得，但他却不愿服用解药。走吧，外头，哪里的外头？出神医居 ，OK， 所以在外面就可以看到他了。都要选哪一个啊？
我就选二了，保住性命是最重要的。妈，希望我做的是好选择。我相信我选的是好选择啊，他死了就没有用了，死了怎么结局啊？不是，死了怎么攻略他？对不对？大家说是吧？内径高于两倍护体，依照移动速度在场边进行加成。内径。选第一高了，被击中时获得等同样伤害，这件额外伤害，只有3000块而已。哎，被击中时获得等量伤害2%的金钱，才2%，2%也太少了吧？对动作被重大敌人造成，对晕眩敌人造成，使用剑类武器。好，就这样。哇，成就好多。好，走。是。井内 ，OK， 内，你去找井。所以去左上方那边。这里。然后还有嘞，到大厅左右。然后呢？大厅外最右侧的水井。大厅外。这个。
轻轻松松。兰州小铁匠，清风草。解药什么？解药雪冰蚕和眼尾蝎，雪冰蚕的，雪冰蚕啊，眼尾蝎啊。哦，不对不对，是霹雳果和清风草，讲错。啊，什么？抱歉了，小王，我实在没法看你继续给我自嘲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本来就会扣，是不是？好。你怎么就想骗我？为什么你就是不懂？绝招吧，就算好好。我觉得。很痛很痛，走，别挡路，去啊去啊，瞧你拖着海叔的接招吧，噬魂刀法的恐惧之处。为什么你对我们姐妹这么残忍，休想逃跑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我痛痛痛，没闪过，有机可乘。太大意了，对吧？瞧你破绽百出的，对吧？妈妈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。那其实快死了，砍伤。太大意了，对吧？绝招吧，砍伤。对吧？砍伤！太大意了。时间不多，别挡路，休想逃跑。有机可乘。对吧？对吧？砍伤！没休想逃跑。好。放心吧，事情一切都会好转。小猫被逞强，我愿意替你疗伤。那你应该理解我冒着风险为你疗伤，眼睁睁看着重要的人死去，是比死还可怕的事。为了重要的人，就是一条性命，又算什么？我不想看到你为我牺牲。换成小樱，她也一定不希望你为她牺牲。其实我也怕死。
要是死了，就再也无法保护妹妹，也再也见不到你。但我真的好怕，怕的逃避去正视这件事，直到死亡到我眼前，我才意识到丧失武功这种事根本无足轻重。所以，当一只乖小猫吧，好好吃下这副解药。我相信小英一定会希望你好转的。小猫怎么突然笑起来？难道剧毒入脑，神志不清了吗？先生不说这个，小猫，既然话都说开了，就赶紧吃药，把你体内的血毒给解了吧。不过试着武功，就算走遍天下，我也会找到让你恢复的方法。在那一天之前，你们姐妹俩就由我代为保护。哼，怎么让你代为保护？既然夸下海口，那我们姐妹的后半生就靠你了。你可别想耍赖。放心，小英那笔账我是绝对不赖的。至于你嘛，我做牛做马一辈子也要把这账结清。终于，所以选这个结这个自信才是好事。嗯，不知道是武校派吗？奇怪。等他走啊，等什么？来啊，打架啊！太香了，太香了，太香了！别让他跑了，不想要露面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。可恶，没闪过！别让他跑了，想你破绽百出的。放马过来吧，快上！这是我的力，有机可乘。你招了，没想过。给，你招了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试试我的力。接招了，接招了，哎，可恶，没闪过，哎，有机可乘，太大意了，好，解决。
武校探亲。好了，这一集先 到这边好了。那好，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的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你讲解答案。订阅更新片，你就要送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这次收看，拜拜。